启禀皇上，奥利奥进宫了。西式饼皮包裹中式夹心，奥利奥与故宫食品联名款，一口品尝中西文化。当西方头号玩家遇上东方文化当家，奥利奥和故宫食品如何将 IP 联名玩出内涵，更玩出高度，超越包装等形式上的合作，立足双方品牌基因，以文化制胜，打造真正的深度融合，启动中西合饼计划。全线预热，将故宫文物巧妙搭配中华六味，实力玩转中西结合，有颜值更有文化。在一饼一夹心，用10600块奥利奥真实比例还原故宫，体现天圆地方，阴阳月相，引爆话题热议。互动视频 H5 一饼融进天下味，更邀请美食家与品牌大使直播圆桌会议，演绎舌尖上的中西美味。在跨界合作的形式之上，奥利奥以文化制胜的创意策略，将中国十里文化传播海外。故宫食品和奥利奥携手，更助力600年文化瑰宝的年轻化，成为品牌跨界的行业标杆。视频播放总量超过1.1亿次，互动视频 H5 与圆桌视频浏览量均超过100万次，商品首发当日狂卖76万包，增粉26万，超过去年全年店铺增粉总量。关键 KOL 大量报道扩散，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12.9亿，整波活动深获消费者口碑好评，赞誉声更扬名海外。奥利奥与故宫食品将跨界合作带到全新境界，共创品牌双赢，让奥利奥深入中国，让故宫走向世界。